来来来，苏格兰。哦，现在变成是雪地。嗯、然后马达加斯加就是热带。Because we are gonna have that graveyard all to ourselves. 独占那座墓园，直接杀到墓园里，都没有人守啊。Sully， 太简单了。可能拉夫会知道他们想来这边。Okay, kid. Happy hunting. Last chance to come with. Yeah, well, unless you can find me an escalator, I think I'll pass. 所以只有那么老，所以这一代主要是跟哥哥一起探险。苏利文比较担任 support 的角色，就是出场救援。嗯，他可能。会再驾一个飞机过来。主要是苏利文的设定已经很老了，看起来苏利文应该60岁了。Let's go pay our respects to Captain Avery, huh? 像之前《顽皮狗》的游戏里面，就是那个艾莉在冬天那块嘛，冬季雪地的画面已经很少，这画面很屌。因为正常的游戏，雪地就是雪地，它不会再加纸皮，它要加很多。仔细看，那个踩的痕迹。哦，有啊，有踩的痕迹啊，有，踩的痕迹这是一定要有的、啊。哎、欸，你看，你们再按一下存档键，看一下进度。他这边没有写那个存档，你按存档。他这边应该会写爬树，按照。哎、欸，没有，你存你把它盖啊，新的游戏资料。没有写爬树哎，以前前三代都会写说现在40。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吧。好。哎、欸，现在有一个拍照模式，哎，试试看，就是两个键一起按就会拍。要女角的时候，我们再开拍照模式。好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船长的墓园。苏利文，不是苏利文。Even more so than when we teamed up. 我是新北市民啊，这个我跟立伦不熟，因为立伦选完总统后就失踪了。All the more reason I don't feel bad about any of this. 啊，选总统的时候他也算是对新北市民来说也算是失踪了、欸。你不是也住新北市吗？对啊，你有看过他吗？看过几次？真假的？那他对新店比较好、啊，他都不来新庄。没有啊，我觉得板桥比较许多。啊、板桥已经最多了、啊，因为板桥是新北市的核心。现在，靠，直接下去了，好高、哦，下不去了，可恶，想跳，会死啊，这会死啊，这保证死哦，这挑战人类的极限，离、嗯、破关还很远嘛，我们也不知道。哎、欸，这个看起来哟，我觉得应该顶多只到一半。哎呀，有了。先是往下还是往上啊？往上，往左，然后再往下。所以不要期待历代会出现怪物的剧情。哦，你说怪物，目前为止还没有，都是人形怪。因为金太姐的确是会有一些什么熊怪啊、毛怪啊之类的。有一代还有那个金色的，金色拿十字弓那个，那是一只 boss 对。金色十字弓啊，对，打死之后。那超难打，他十字弓超强。对，打死他也会掉装备。对，他会掉十字弓，然后十字弓超强。Shoreline, look, I thought they were just by the cathedral. 海岸线。哦。开打！用手枪。对，你看，你如果一直用自动射击，他就一直帮你打石头。所以你要等他， okay. 你要等他出来。哎、欸，不是还有一次吗？没有，他被队友干掉了。Yeah.山姆也是各种，山姆这样子，超狂的。干嘛啦？都那么浅了，硬要用爬。太美了。我每次小那个国中、高中作文都会说，美到处都是。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吃大便了，就是不美、啊。总没有啊，因为我都用这句当我的第一句引言，就感觉很牛逼。就是，可是我如果是改作文的，这个我就给你大概一半的分数往下砍。反正先装逼就对了。哎、欸，各位第一次来的，欢迎按我们粉丝页的赞了。哎、欸，那个 MOD 帮忙贴一下聂宝粉丝页、啊，谢谢，欢迎追随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会常常直播一些实况的游戏。当初他们收的是墓园，那教堂是我们的目标。欸、他们收的是教堂，然后我们要收的是墓园。
谁收教堂？那个拉夫、啊，拉夫比较笨啊，就是拉夫没有那个资讯，然后我们有。可恶，想爬。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会死，这个会死啦！就跟你说会死了哈！哎呀，第一次来被美吓跑啊！天哪！好，我来。然后麦当劳之后就给你打。哦，你先吃。location 现在就是第八章，然后目前来了来了，那我去哪？还好我雷了，开吃了，耶！放。Maybe we'll get lucky and they'll blow themselves up. 不行，那个我一停，无法停止晃动。哎，队友嘞 ，Sam， 哦，要把他引爆。What do you bet？ 被我们叫了麦当劳。Dynamite。Be careful with that stuff。哦，按住。Fire hope。哎，可以继续拿，哎，赚哦！那么大声。Look, way up through the roof. It's too high for a boost, though. Let's find something to climb up. 看起来就往上了。Yeah. 啊，没事，当我没说。哎，等等，那你炸那个是为了什么？我看画不。哦，我们要找东西上去。好，我找到了线索了。Hey, we can use this to climb out of that building. 他说要用这个去爬，但是有个问题，要怎么把这个搬起来？哦，要搬。L2 按住，投掷炸弹。炸弹，你拿到拔蜡了？等一下，我怎么看到有人炸到自己啊？哦，要把那个东西炸爆，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运下山。嗯。Demo。嗯。Demo， 他没有跟我说要这么用。啊，这个看起来就很像。好、啊。这个也不能只有聂宝努力啦，我这边要开始认真吃东西了啊！先来为各位带来的是一个芝麻冰旋风，啊，神啦，太好吃啦，绝对不会霸凌你们的。哇，这个冰旋风来了，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我跟大家讲啊，你现在干嘛？你现在干嘛？爆破！爆破！所以我们要打上去，是不是？我妈打上去了，你也不知道。哦，哦，你还哦什么了？所以不是不是不是，这看起来就是很好炸。我跟大家讲哦，订麦当劳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要12点前订才会有冰旋风，超过12点，它冰淇淋的那个机器就关了。嗯，怎么了？我们什么东西炸了？我以为 C4 会搞定一切，但是我错了。嗯。哦，看这个墙壁就在这里。哎，干嘛？哎，你拿到几个炸弹了？无限多个。可以在哪？西波可以当武器攻击吗？可以。可是这边是教我们炸弹弹。嗯。哦，我知道。我最讨厌这种人了，就是旁边不做事。啊、真的，我最讨厌这种旁边不做事的，真的是谴责啊！旁边不做事，我超级讨厌。队友卡住了，你看他之前有打火机还好说，这一次什么忙都不帮。他带路，他带路，哇，还可以这样推下去哦！
又来了，没关系，照推。哦，看到了，来了。哎，有怪哦，是怪吗？对。哎呀呀呀！一只，两只，算了，开打啦。这个标记到底有什么用？注意弹药、哦。好，等下去捡一个来用。我跟各位讲，冰旋风要配薯条，薯条问冰旋风超好吃的。炮侠好身手啊！我操！爽啊 ！AK 四七耶！哇，哇，快出击！还有谁？哦，会被侦查。自己人。好，我们要把那个箱子搬过来。嗯，然后。但是这个人忙，小公主今晚都不叫，是因为她看到聂宝，聂宝没来过，她会害怕，躲起来。但平常直播的时候，她都一直，她一直叫，她狂叫，她超爱叫。杰森晚安，杰森晚安。你早上起来，我们应该差不多破关了。哇，你直接把他告过去，你有没有看到？哪边？你把敌人告过去啊！那、啊、我再逛一逛，再告一个，再告一个，来来来来，哇、哦、哇塞！抱歉，可惜不会流血，发光嘞！你到底要推去哪里、啊？你可以把它推下去吗？我想试试看、啊。哎、欸，如果把这台推下去，我们是不是也 GG 啊？哎、欸，不是，对哦，没有想说把人推下去就好。我知道，我想说这台推下去，我们是不是任务就解不了？哎、欸，等等，这两不靠两个人就上去了吗？真的是有够笨的。对，你就说对啊，偏偏就绕了那么大一圈。先、欸、慢慢爬就爬上去了吧。哦，这个看起来没事。不是，我现在补充体力，待会就换猎宝吃，我认真打好吗？哦 ，careful， yeah， 高速破关。哈哈哈哈哈哈！我还没吃完，你继续哦。可以，可以。我要把它吃完。应该给我两份薯条。对。啊，没有，只有一份薯条。他给的是鸡块，那我薯条留一些给你。好啊。啊，吃个鸡块，吃个鸡块。要荡勇一点。哦。我看错了，原来是荡这里。好好好，荡多荡多荡。Right,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欢迎大家多多抖内给我们吃东西啊！这个实况组都太瘦了啊，需要一些卡路里，需要一些卡路里啊。要怎么才能像九妹一样呢？怎么？你玩你的、啊。哎，哦，好高，受不了了。这个糖醋酱啊！哎呀！啊！哇！这个想要，我快要受不了。啊，我们需要苏立文啊，不是，我们需要哥哥汤姆，不是汤姆，哥哥来吧，山姆，山姆和奈特，我叫他德瑞克。还没有把最厉害的汉堡拿出来。为什么她不是姐姐呢？对哦，前几代我们是跟女生一起冒险的、啊，只是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养眼的可以看、啊。也是哦。嗯。There you go. Thanks.好 Alright, there it is. Among storm.
哦，他当初挖是墓园，我们要去教堂。抱歉，说错了，就是那个拉夫挖的是墓园。哦，他太单纯了。拉夫不知道要去教堂。我觉得附近都开挖一下就好了。挖了15年也蛮厉害的。对啊，挖15年够废。哦我让他知道，我玩《斗争特工》是很厉害的。哦，对啊，那不同游戏。他《斗争特工》是要滑鼠瞄准的嘛？对啊，对啊，都差不多啊。你刚是突然间掉下来，然后下面都是人。对啊，对啊。我想说我要摔死了，结果没有。前行。又没子弹。等下去上面抢个子弹。哎，还有 AK47 的。汉堡，你刚刚说要吃炸的还是烤的啊？烤的。好，那我吃炸。小心，你快死了。OK 的。过来。这里斗阵主渊明，主渊源氏哦。星，但是星是那个星哦。是那个星星吧？对，真的假的？要没电？没事，我去拿手把枪了。我捡一把黄金左轮欸。等我一下。好。啊，我是有在做事的，好吗？我去拿手把，看到没有？这是中等难度，一般一般。黄金手把，黄金版的黄金手把，来，所以是先把那个。你直接按，我直接按这个键就可以了。哦，然后把那个关掉吧。你应该是先那个设定声音的周边机器。你按右边就会把我挤下来。哦。我就继续冲。哇，满了。早就想到这个状况了。不行哦。忍不住会这样子晃来晃去的，因为萤幕太大。哦，对啊，但是看习惯了之后，我现在看别的萤幕我都觉得超小的。哦，怎那么简单？所以你说你主main星星是坦吗？对啊，很难想象你玩坦哎，因为感觉大家都不补位啊，随便补位，哦，然后就玩一玩就。因为听说斗阵因为听说斗阵的那个。到这是不是跟英霸很像？就是他也没有什么装备系统啊。对啊，就是技能，就只能靠团队嘛。现在我们去哪里啊？现在去教堂。下这个荒野。对，我们来荡远一点，刚刚是太累了。然后跟森林一起摆渡。哦，你加油！我不用死了啦，认真一点好不好？我说很认真啊。我以为他的那个摄影机会监测我的动作。啊，错了，没有，这个游戏没有这么高端。好，我要荡快一点，它还可以更快，还能更快，上去吧，上去，哦，那可以，好亮，等我一下，我要吃那个汉，我要吃完一个汉堡就换你 ，No problem。哦，我们要绕到另外一侧，看起来像滑的。哦，来了，废话不多说，开打了。啊，吃个汉堡。
对啊，我真的很认真在吃啊，大家不要再嫌我了。没事。嗯，这边看起来我有点辣，我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哦，你说现在往哪里打？换我好了。好。好。来。所以我们要往哪方向？现在我们刚清掉几个人了，应该是往那边。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要怎么上去？好，那你开始吃吧哈、哦。我东西都放这里，这里这个汉堡是你的，鸡块、薯条、鸡翅。好，各位，换我了，换我了，高端了、啊。我现在有什么武器啊？黄金左轮加 AK 47。好好。哎、欸，这会一直滑下，等下，等下，这会一直滑下去的、啊。你就不跟我讲一下？Oh my god！ 我刚刚跟你说他那边有问题。我的，好，再一次，所以这个方向往上哦。对，你看一下啦，往上啊。对，往上。我觉得是要用那个石头来做移动，就跳到石头上面，就这样绕过去，然后再跳那边。怎么可能啊？这个石头超远呢、欸。哎呦，这里枪还在。哦，有人说他在这边卡关，是不是？哎呀，让你们看看高端实况组眼里是没有卡关这种东西的哦。这个跳下去就滑死是不是。对对对对，我觉得跳那个石头，那个石头看起来就是根本跳不过去啊。可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对，我对啊，苏南147块美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要跟他分享一下你的那个，欸、你不是说要吃烤的吗？两个都是烤的。看到九妹不是，这是炸的、啊，你炸烤不分。个波浪服。你给他看一下，这是炸的、啊，这是炸的吧？啊，算算算了，两个都一样的，你看，会计宝啊！哎、欸，干真的、欸，干我要克数他。两个都一样啊！哎、欸，两个都炸的、欸，哎，好不爽啊！好吧，那算了，那算了。我仿佛来到了意大利，我仿佛来到了罗马。对，好，意大利妹子在跟我招手啊。意大利妹子好像还好。哎、欸，意大利的 boy， 这边可以跳吗？这边可以跳吗？我觉得往那边跳。不是，堂堂德瑞克怎么会卡在这种滑滑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是滑过去，然后跳到那个上面。哦，对，对，应该是。对对对对对对对。You jump, I jump. Sam, 哎呀，什么卡关？不可能的吗？多年那种骨灰级玩家，这边你刚好爬过吗？没有。靠我了，靠我了啊！因为正常这个套餐是一烤一炸，你知道吗？所以这边吗？这个跳过去啊！等下，这个跳过去啊，是往我们是这边是我们来的方向，还是要去的方向？那边是来的方向。哦，所以我们要往我们往这边走。我从这边看头上有没有东西。我觉得是滑，然后跳过去，一样吗？从这边跳下去滑是不是、欸，不是不是，那边是我们来的方向，所以靠呀，要往那边走，所以我们走错方向啊。迂回往上爬，到底是多迂回？哦，要想办法到那边，有点难呢、欸。迂回往上爬，晚安晚安，欢迎挂网赚雷币。那边上，你看到那桥，对不对？这个是，可是那是我们来的地方呢。我重生点在那里啊，就想办法到那个点。不是啊，我重生点在那里，那我一开始就这样爬上去就好，我干嘛还跳来这里？因为这边上不去啊，我们那边从那边上不去。哦哦，懂了。这样滑的，然后哎，没有没有。哦。Yes yes yes， 好好好好，太棒了。看这边又要滑，对不对？又要滑。哦，他说迂回就是这样子、啊。好迂回。Catch your breath.
我也累了，各种滑。我看一下，应该是滑得过去，但用跳的。哎，那边有只好大只的公鸡哦！哦，不是不是，不是公鸡，是老鹰啊！哦，老鹰，是啊，不行是不行，竟然不能破坏野生，不能打小动物，哎，这游戏蛮那个的。那吓吓他可以吧？可以啊，拜。还有流血、啊，我看一下哦，迂回。他说滑下去就是死啊！那边那边往那边滑，对面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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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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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他办得到，我也办得到。滑垒达人啊！屁股有焦味。Have you ever been bungee jumping? No, but I'm sure this is better.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为什么？哇，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再次，再次，再次，我还记得，我还记得。I believe I can fly。好的，好的。好的左边吧，好像是左边吧。Have you ever been bungee jumping?好像都可以，好像都可以。好，过去了。哎，是下去那边吗？你要爬到还是要荡这里，荡过去吗？我觉得只用跳的，应该直接。你说用一个跳的，哎，这样也可以。应该两边都可以哦，或者是你们各用一个方法跳。可以，有有。哇，最惊险。迂回往上，欸、还有鸡块哦，还有鸡块。好。哎、欸，这边吗？这边已经到尽头了，所以我要再往上。嗯，在哪里啊？欸、你有想法吗？在哪里？还是这边往上爬？应该是这边往上爬，我觉得。对，那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Nice。因为它的滑行方式有点诡异，它、啊、是往斜，这个很不直觉。对啊，我知道了，一样是一样，也要爬那个白白的，白白的，对，白色的棒状物体有所产生反应，那就是我们玩游戏的目的了。对，到了吧？终于到我们修道院，抵达终点。哦，你也饱，你这样就饱了。对啊，我先吃完一个。好好好，还有这个。哇，麦克鸡块。There's a dormitory gate。这个可以走上去啊！啊，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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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狙击！感谢 Rip 210，等一下，两美金，这是视讯网驾照。虽然很虽然很大，但没有照到，但没有照到，好不好？啊，这里是。好大的鸡鸡，波浪服，加油拼破关，谢谢谢谢谢谢。这种事情我很低调的啦，我不太会在直播上面讲这种事的。难道我三十公分也要跟你们说吗？这样子应该就过了吧。然后又要迂回了。哎、欸，往右还往左？嗯，是右还是左？上一次我选哦左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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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到看到，要 L1 了，差点就选错了。L1，我去。好吧，一次到达，打了。哎、hey, ，哇，这边真的要玩一阵子才会过。哎、欸，大哥，人呢？哦，来了来了来了，就说最雷，来，要么不做事，在旁边酱油。对啊，我最讨厌那种在旁边不做事的、啊。你立起来是吧？咀嚼肌。这、okay, 你也看得到，你也懂咀嚼肌。好，你看这边教堂不知道会不会有怪。
Look at this place. Welcome to the Saint Dismas Dormitory. Ledg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Henry Avery. 哥哥弟弟。看一下我新的日记。Nathan， 这边是宿舍。他直接素描把它画上去。我靠，我们现在日记才一页，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破关可能要玩一阵子。哦，没有了，没有了，它有分很多。哦，不止一页，不止一页。其实很多之前我们都还没有机票，然后地图。哦，这是那个他的佣兵团啊，好恐怖哦！这边你看，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他有说那个拉夫是做什么的？拉夫做什么的？拉夫超大型连锁店继承人，给你看一些很棒的东西哦，比较瘦版圣文啊，对，富二代、哦、就是富二代嘛，什么了不起？这里就是我们要来的大教堂。拉夫买下这个地方，比赛开始开挖，但是挖不到东西。我靠，拉夫直接把它买下来、哦，厉害！但是也弄不出东西啊。圣文有点猛。哎呦，这什么 ？Beautiful stonework, but no, dates don't match。不要打僵尸哦，我们要找坟墓是不是？嗯、啊，这个是19，我们要找他的坟墓。1699，1659到1699，对。然后有两把刀，骷髅头，然后我看一下，好，我就这样找找看了。两把刀。OK。因为我直觉会在很高的地方。Skull and crossbones, and the date 1659 to 1699. We find a tombstone with all three, and we're in business. 这个吗？1697，想都不用想。Desecrate some graves. Let's. 会不会藏在很鸡歪的地方啊？看起来蛮远的。Hey, look at this one.下面这个，时间会吞噬一切，应该不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在坟墓上面磕骷髅头啊？可能这边都是罪不可赦的人。这边只有这一区有坟墓吗？还有左边，左边也有是不是？哎呦，左边也有。这一个1653，没有1669不对。在左边，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都没有数字，对，没有写年份，哦，很多哎，好多，有的早，哎，这个我看一下，他没有写年份，应该不是吧？可以按看的，哦，剑对了。1662不对，是1669到1699，1659哦，1659到16，超多的，哇，还有，靠，我以为很简单呢，结果这个墓园有点大，哦，这区看起来很可疑，没有，这里，嗯，这个 ，Memento Mori， 对，1672。That is a fact. 好，感觉他故意要放很远，让我们去看。嗯、我觉得是故意放。哎、欸，这个，这个没有看到年份，直接摸摸看。应该找到了。Well, swords are match. 啊，找到了。名字有一样吗 ？Sam, come here. 的确，这个位置也蛮像是他会放。Benjamin Bridgman. 那现在时间是下午1:09哦。什么下午1:09？上午啦，上午。Like it doesn't belong to the stone. What's odd about it is that's not Avery's sigil. Yeah, I mean, the skull should be facing. 骷髅头，该不会转骷髅头会有机关 ？Sideways. 哇，我好像兄弟。哎呦，破坏人家的墓。哇，地道有地道有地道，就被掰断。好屌哦！这真的是。Ready for this？ 哎，他现在这个机关做的比较合理，以前是直接一个地符上来。来，这个就是秘境探险最经典的，里面应该还有谜题要解。It's a crypt, a crypt hidden behind a secret door. I assume the secret door was added afterwards to hide his loot. Well, fingers crossed.这边的画面就跟前几代有点像。
哇，这边有干冰嘞，好棒哦！对，真的有干冰嘞，应该是地气还是什么的。我们从刚到现在只发现了一个宝物，对不对？对，就是那个在哦，又找到了第二个，我就觉得这边会再找到一个宝藏，看一下，好廉价哇！苏格兰半便士，我们好像有超多个没有找到。那这游戏应该没有哦，这十字架哦，有三个，所以耶稣对耶稣，然后左边跟右边嘛、嗯，这可以放吗？我可以把十字架放进去吗？忏悔的盗贼，坏盗贼，是一个有忏悔，一个这可能后面解谜会用到。我们那两根有带来吗？Avery sure had a thing for Saint Dismas. 没有，都不在。Avery fancied himself a good thief, right? Only plundered and murdered the non-British. 哎呦，Guess that's what passed for good back then. Good enough. 这个秘籍还好，这个你就有秘籍恐惧症了。对啊，再多一点就恐怖了，再多一点就有点恶心，或者是它不要是蓝色，都是什么血红色，它会扎眼的话都更哦，扎眼超恶心。这个应该是要解谜，我觉得，我看一下，哦这里。Some kind of lamp. 某种灯。Hey, Smokey, need your lighter over here. Well, that hurts my feelings. Not as much as it hurts your lungs. Thank you, Father Duffy. Wow. Will, 我的天啊！靠，这烧一下，是他在照什么？哦，我们要去调，我们要去调那个角度，让他照。Light's coming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所以我要转一下。我先看一下哦，先从这边右边的，右边两个洞，右两个，各两个，然后总共六个嘛。最右边的再往左边一点，就会照到那最右边两个。它应该是顺时针逆时针转，这两个会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左边，往左边转，也是往。Let's see here。哦，那很简单啊，太简单了吧？欸、没有、啊，在上面，这个，这没有，没有，哦，可以转、啊，它这个是要旋转的，所以这两个、啊，对，哦，好，就这样，也、哦、蛮、欸、好玩的，有趣哦，哦，这是最长的，所以最长是对，这里，这两个。在上面，这应该在上面啊。So, connect the dots. 北斗七星。I think you got that one. 胸前的七颗星，难道是你？就是我。好怀念哦，这个几年前了，十年前了，现在电视有播。好了。You are sha. 然后这个是什么？Okay, let's give this a shot. 又要转。哇！这什么东西？好狂啊！好美啊！这是一个镜子吗？我还以为是水。No treasure though. No, but look, you see those crosses? 十字架又要解谜了，是不是 ？Is that a cave? 哎，有个洞。Below? Yeah, I think Avery's trying to tell. 哦，下一关在哪边？哼，真的，他直接说下一关该去何处。其实我觉得他们当初应该把这个关起来，因为不然你这样开着，拉夫就说：“哎、欸，就这种。”然后下一关才知道，对哦，对不对？感觉拉夫随时要跟上来，所以我们要就去下一关了。这只对啊，直接绕出去了吧？他说要出去吗？我刚还是可以，哎、欸，是从那边出去吗？还是那边有门可以？我看一下、喔。这边有门可以出去吗？没有，真的要走出去哦？就是从原路折返。可是原路折返的话，好了也是可以。哎，刚我们来过这里，好像有。就原路往上走，
啊，对对对对对。好，下一关就是直直走。啊，又是佣兵。Shit. They opened the gate up there. 啊，超多哎、欸。That's the way we gotta go. 打起来了。开始。I follow my lead.哦，三米够冲了。真是，这边侧面的偷射。哦，来了。用数量来掩盖那个自动瞄准的简单。快跑！射爆！他们先清了两局，然后就捡。估计有二十几只，但是他这不能再拉狙击，他不能，还是这把枪不行，应该是这把枪不行，这一只，这一只，就他不能拉近准心。挂了挂了挂了，打近战啊，来不及，一不小心就把他秒掉了。还有一只在上面，哪里？刚才射我，怎么都是趴啦、啊？我现在换的这个枪，我这个枪是不是很难捡到弹药？就是那个黄金左轮，对、啊，黄金左轮。我觉得打王看起来蛮痛的，试试看，溜着打王。哇，他死光了！哎呦，这边竟然有，竟然有瓦斯，想打的冲动。对啊，这个前几代也有。应该直接哦，大门大门。好了，又要找我们的。Okay, ready?台门时间？为什么？那明明就有很大的空隙啊！对啊，我们为什么不匍匐前进进去就好？ Come on！ 可是他们人就已经在这里了，那真的是跟前几代一样，坏人也是跟我们进度是同步的。Kind of hoping to find the treasure back there, but it's never that easy, right? It's been my experience. Plus, there was a cool constellation, right? Yeah, it was cool. Hey, 你之前玩秘境探险，你是一代一天就破吗？还是花好几天？三代，我玩 P3，但是蛮久嘞。哎，感谢灰的 host。灰剑，我在看我们频道。晚安，晚安，晚安。这不是前，不是前，现任知名星海实况主 HUI。哇、wow. ！Pretty spectacular。我们从修道院看是那个位置，所以这里我们到底是要去教堂还是去那个、啊？他在三连星之间会有个洞窟。中间有洞窟，还有死亡陷阱，所以是这个洞窟吗？在这个区域、这个范围里面，哪个？这个范围 ？Death Trap。对，
哦，然后从洞窟进去，然后要走这边。哦，所以我要走到那个十字架的下面。靠，也太远了吧！要运动嘞。Kid, what's your status? Hey, Sully, we're on the trail, but the treasure's closer to the cathedral than we originally thought. Oh boy. So what do you need me to do? Just keep those engines. 幸好这代都没有女神。We'll be back before too long. 哎，不是，不能这样说。没有，因为很多剧情都是那个坏人挟持女主角，然后我觉得搞不好后面会有我另外一个女主角应该会出来吧，就是那个黑黑的欧郎，嗯，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没关系，但是有一段情。哦，这洞穴是个洞穴吗？怎么不是在那边？哦，反正找人就对了。尸体不能被敌人看见啊。看一下。用兵来讲，反正就前行看看啊。好，前行。靠，他发现了，真可怕。We don't need that kind of press. We don't need rival companies stepping into our jobs. You know what? 上面也有。他这个不像，他不能开鹰眼直接把人都定位出来。好，先从后面的干起。好，作死。嗨。后面的我也可以。啊，上面怎么发现 ？I think we got away。哦，那边有洞穴，那边有洞，上面那个不管他，直接走。哎、欸，他自己跑下来，还自杀。能把他推下去、啊？拜拜。啊，跳过去，耶、yeah ！跟我的这个死法一样。I guess 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these guys.Yeah, and there'll only be more as we get closer to the cathedral. 怎么上去啊？哎、欸，有宝藏！宝藏！啊，这边应该只拿来放宝藏。半白烈明琴盒。哦，它跟这个是每一代都有的。哎呦，下雪！每一代都有的收集器。然后梯子，我先找梯子。Okay,哇哦，这边只是拿来探险，这个队友还是有点用的嘛。哎、欸，这个位置最好超级难发现。我怎么按？三角。我按啦、啊，没反应。往上看吧。哦 ，Here we go. Come on, I'll boost you up there. All right. 逆境探险只有 PS4， 辉，你不是有 PS4 吗？可以来买一下。可以看我们玩完之后，对，四代只有 P4， 四代只有 P4， 前几代也都啊，前几代有到 PS3 啦，对 ，P3 三代，然后 P4 重置，可以买 PS4 就好，它前面有合集啊。对，多人游戏有什么玩？就是大家射来射去，嗯，好像还有，我应该是有其他模式啊，什么死斗啊，或者是强骑，感觉这种。我靠！哇，瞬间移动过来这里。This thing's heavy. What exactly are you doing? Giving you. Oh, 天哪！哇塞，有点狂。Thank you. 古墓奇兵崛起有这种东西，就是有，也有，就像那种，它会卷起来有一捆，然后你要射弓箭上去啊。对，那个很好玩，那个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或者是射东西的时候把它拉开。You don't think the monks built this? 罗拉大力士。No way. Some kind of pulley system.我也蛮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到那座岛上？那座岛上很危险，就是那个你说罗拉那座岛，对、啊，就是有那个剧情安排 ，Himiko 啊，就是哦，你是说地带啊？对，就是我讲，但是明明讲崛起是今年出的，你讲 Himiko 是，他就直接叫古墓奇兵重开机，就直接叫古墓奇兵，他没有、哦、没有崛起，他没有讲说哪一代或副标，他就所以大家会搞混。欸、我现在是要过去哪里啊？不会要再荡这里吧？该不会是再拉他一次？好远哦！再拉那个一次，有没有？是吗？多加利用，然后再荡过去。哦，用两次哎。哦，有了！真的哎，哇，好屌哦！荡荡荡荡荡，这么远，这个可以可以可以，不是这个绳子会磨坏吧？会了，不是要那个墙，要爬墙，要爬墙，爬墙。荡下去，我觉得神招磨坏。哇，还好这个，这是超夸张的动作探险。
freezing. 这边可以下去吧？这边下去抓得到，应该抓可以，安全。抓！哦，滑！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好 ，L one，L one， 炸 ！Nice！ 哇，再跳！再！No， Sam！ 啊，我应该荡一下了，换你。OK。哇，土豪版。我应该这样荡一下。来，亏我们觉得第一次就，你是不是滑错方向？安全性再一次， okay, okay, 再一次，秒死最快就死掉了。帅两秒 ，Yes， 可以，有死。好，这次荡久一点。要荡去哪里？要荡去哪里？啊，左边是左边的吗？左边一个白白的，你看到？对，我看到了。哦哟，可以。等一下，这个我有点晃，来喽。好，瞧好了，跳，就走，再远一点。一颗，哎，跳，可以 ，Yes。Holy shit！ 绳子都不会断呢哦。Careful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Incoming! 等等，在下面。哦，他瞬间移动。是左边嘛？左边，那边。Lead the way. 可以过去哦。哦，原来我们哥哥。所以一开始要往左上爬。抓他屁股，抓他屁股，走开了！摸到了，摸到了，真的很像是那个。耶！然后内裤还跑出来。嗯，不是，你赶快上去啦！是在被他卡住吗？没有了。啊，等我！滚呐！啊，等我！哦，又有。Hope this holds。好，这真的是。要有主角命格的人才可以过这，直接荡过这个，进那个洞穴。哦 ，L 1按住。哦，要爬上去。爬。那，然后再荡进去吧，我猜。他就这样子把绳子收起来了。啊，对，然后就这样滑进去，你小心他又要跳。Nice。这个又来了，哦，蝙蝠，要跳了。哦。哇！我以为你要死了，你知道吗？不会。剧情，哇，这里是什么眼？哇，这算是什么眼死 ？Nathan， down here， the 他过不来了，所以要靠我们自己。不要理他。NPC 就只是挂网用。A real knack for breaking things, especially cliffs. Tell me about it.哦，来了！哇，哪来的梯子？完了，这梯子我觉得随时会断掉、他怎么上去的？谁跟空？对啊，他是怎么上去的？跟我解释一下。他刚不是说他找不到路啊？我找不到路，然后下一秒钟，哦，赶快上来！好了，走走。你明天会待会东西卡在那上，绳子那个绳子。啊，那边你跳过去是不是 L 1？ 有这么高难度吗？有了，真的。哦，稳一点。这个古迹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被我们成功破坏啊。队友才是主角命格，不好说。可以这样爬，真是太狂了，太神了！他爬超快。That's why we have ten. Hold on, I'll help you up. Okay. Yes. There you go. 哥哥这么强，阿托跟你来就好了、Probably at home, drinking hot cocoa. What are you five? Oh, tell me you wouldn't go for some hot cocoa right now. I mean, yeah.这款应该不太会 3D 晕啦，如果可以玩黑暗灵魂，这款应该就可以玩，因为 这款虽然有跳的动作，但没有到非常大，对，而且它辅助设计还蛮简单的，开的辅助设计其实真的蛮简单的，我们大家可以考虑把辅助设计关掉看看，好玩，我觉得战斗不是这款游戏主要的目的，就是探索剧情，剧情然后画面，他在秀他的画面。
欸，右下角，右下角，看一下右下角，下面有佣兵哦。啊，往下，往下。看起来不是。哎呦，右边有怪哦，可以直接下去吗？哎，可以吧？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啦。真的，每次都怕摔死。哎，他发现你了，等他过来，等他过来。好想直接开打。那边有那个油箱哎。欸，打油箱炸到，不要你，小心被发现了。好，我直接开打好了。那炸油箱，炸油箱。我靠，你什么人都没有，什么人都没有炸到。晚安，晚安。欢迎挂网，开战喽！打到后面，打前面。什么？你揍他死！哦喂，我距离太近，有点危险。不要再变成子弹！我就行，我就行。哎，哥哥好惨。最惨。我哎，你拿到黄金手枪，感觉很哎，又有炸药，炸药桶，炸药，炸他他。哇，黄金手枪我浪费了，应该是一发了。哦，后面后面后面，找一地找一地。靠，这样子能瞄准算你厉害。猎头之神，哇，猎头之神呢？哇塞，竟然拿到猎头之神。先捡个武器。哦，你看我看要捡什么？我觉得这把还换掉好了，虽然很帅。巴洛格，哦，拿到了。你拿到了就算了，不要换了，你就都用长枪打、啊。我觉得这个打完应该会真的蛮强的，虽然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王就是。我们现在要荡去哪里？哎、欸，他荡撞到墙壁会不会好像不会死？哦，那我知道荡去哪里，这边吗？哦，再荡过去，靠，好屌哦！下面要去下面洞穴下面。哇塞！要去哪呢？你要去哪？那那边吗？在荡那边吗？连荡？不可能吧？这种连荡的技巧是只有罗拉才会的。你放了一瞬间，然后丢 L 外。好，来 L， 他没有掉出来。我就跟你说会死哈，实在是罗拉乱交。好，来来来。不掉，那叫白白的，白白的，那是血，那是血。哪里啊？太高了吧？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刚也荡了半天，也不知道、啊、这上面吗？不是啊，那是我来的地方啊。天哪！哎、欸，用滑的是不是啊？你看那个那边看、哦，我跟你讲、哦，滑的。我人一下去就死了，我跟你保证，我人这一下去就死了。有股想滑的冲动，哎、欸，有没有那个滑下去之后这样的？你刚刚不就掉下去就死了吗？我看一下，嗯，来来来来，天哪，是这边吗？还是我去那边啊？好，试试看。那你可是你回不去了。我先，我可以可以可以，我回得去。人生永啊，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啊！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怎么会这样啊？一个小卡哎、欸，不对啊！可是他重生点放这边，应该就是那里。不然你这边试试看。用跳得过去。好，用跳，用跳。哎、欸，这个看起来，会不会打爆？好的，那我们应该是要上那艘船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欸、哎、欸，那边可以爬，那边可以爬，那边从那边荡过去，在下面爬，哦、这边爬，哎呀，被骗，被那个重生点骗，撞到一下，嗯 ，nice， 嗯，不走，可以往下吧，往下，然后会滑的吧，往右边呢，右边，右边好像可以，这右边过不去啊，右边是不是要那个用荡的？然后再试一试啊，所以还是要从那边用荡了，然后在右边啦，应该是这样。呜呼，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抓这个岩，哎、欸，可是这个岩壁找不到岩壁，还是这边？
试试看。那这样从这边下去就好。要滑的吗？不对啊，这会死吧？我觉得这会死、欸、啊，这是感觉死定了。去找洞窟看看好了。好好，洞窟里面我们刚好进去啊。没有。洞窟里面应该有宝物哦。你没事。刚刚那个洞窟你有进去哦？哪一个？这个好像没东西，没东西是吧？没有，连宝物都没有。啊，哎、欸，没有，这没来过。没有，它是互通的。搞笑，什么都没有。哦哦哦哦哦，真正是哦。就他妈的，这里是互通的。哎、欸、哦。这边好像可以滑哎、欸，刚刚就可以滑啦！来了来了，刚刚就可以滑了。哎、欸，这样这滑去哪里 ？Ikimasu。哎、欸，等等，你先看一下滑去哪里。Ikimasu。跳。不是啊，这、欸、这不是刚刚来的地方吗？搞笑吗？啊、等一下 ，Ikimasu。靠，这里真的会卡、欸。见鬼啦！这边好像黑洞了，这掉到水里应该是不会死的。哎呦，这样还没死。虽然这边看起来很像是往下，但是其实我们在绕远路。嗯吗？有没有提示按上啊？等他。哎、欸，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这边嘞、欸。对啊，墙壁，墙壁，看墙壁，看墙壁。好，好看到，看到。提示：寻找洞窟。What？ 就我们刚刚那边没错，还是要回到。哎，妈绕一大圈呢。然后我们先到寻找路线，前往洞窟。哎，那边是可以爬哦。屁啦！这谁会知道可以爬、啊？ Careful， 哎，耍人呢、欸！他放两个吊的点，然后这边可以爬，这边可以爬进来、欸，哎，夸张了。没有提示，我觉得对啊，没有提示卡关一辈子。Help me with this， 被卡了一脚。哎，九妹冷掉了。哦，试一下，我试一下。哎，再来一把。我有点开始有点累了。There, see? No problem. For once. 我还撞到头了。小心，小心。看有没有新的敌人。哦，那个点是让你跳杀敌的，哦，也有可能。不需要跳杀吧？哈哈干嘛？抖动哎、欸。那换我，啊！刚一个，大家一起摇摆，超猛的、欸！哎、欸，你刚刚是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只要跳过去就好。哦，对面的、啊，到了，到了，到了！哎呦 ，Hey， be extra careful on these。又怪，靠腰，这个不会给我木头断掉吧？哇，也太高了！这该不会是刚植尾好吧？哦，好靠呗，没有对准，就这样。他好歹手抓一下吧。大家一起摇摆。我跟你讲，这个很容易对不准哦。哦，哎，哎，哇塞，竟然对中哎！大家一起。一起摇摆，嘿！哦、
竟然没有断。耶！哎呦呦呦呦！我相信哥哥跳过来的时候已经爆炸。来，不会，来，三，他可是二有主角，是不是你不动他不会跳啊？你不动，他都是趁我们不注意。瞬间移动的、哦，哎，我们看两个人会不会有事？啊，没事。这一代没有死亡音，这代有死亡音乐吗？上有一代是那个在香巴拉死亡音乐超级嘲讽，那个喇嘛，那叫什么唢呐声，死掉他就噔噔噔噔噔，真的很烦。噔，然后卡关就一直噔。Might lose contact for a bit. Don't get too worried. All right. Keep the porch light on for you. All right. Call you soon. 耶，我们终于到洞窟了。嗯，终于到。这边还是第八章呢。这长度不一耶。好像有20，好像有十几还是20章啊。Yeah, but 我们应该还要再玩好一阵。Come on, through here. I didn't eat a big breakfast. 然后有雪怪。因为雪怪我觉得有点老梗，应该有新梗。变种雪怪，他们一样吗？好莱坞电影台变种雪怪，变种了他还是雪怪、啊。A little slimy. 一代好像是僵尸啊。嗯。The handling here is something. 二代是雪怪，三代是那个。我有点忘了，二三代我搞不太清楚。三代是跟那个病毒有关。Give it a pull. It's a hook. Hey, here we go. 他觉得黏黏的，他拉了一下。哇，他竟然敢把手伸进去，这种怎么看都觉得他手要被砍断。Really? Hello, hello.Pretty interesting decor. For those who prove worthy, paradise awaits. To those who prove false, behold your grim fate. Yeah, well, I guess Avery was a better pirate than a poet. This isn't Avery's. What do you mean? Look. It's the Rhode Island pirate. Thomas, too.Yeah, but it can't be him. I mean, this is clearly his sigil, but two died attacking the same treasure fleet as Avery. Yeah, well, at least that's what the stories tell us. If this really is Two's mark, then that means he's involved in all of this. How? It's a damn good question. 看来是拉夫来了。So who do you think these guys are?哦，第九章。Those who prove false, I guess. Those who prove false. I think Avery or Thomas too was just trying to scare us. 拉夫没资格。Good thing we're jaded treasure hunters. 经验老道的宝物猎人。一起摇摆。草草记下。草草记下是什么？就是那个草草笔记。哦。嗯，看起来用滑的。违章建筑。There they are. Pirates. 跳了，跳了。Not bad.哇塞！这个水这样怎么过去啊？啊，往上，往上，就往上爬。哦，在这里。先搜一遍。哦，那看起来、啊、应该有宝物，我觉得里面有宝物，还是有机关，这么大应该是机关哦。哎呦，完蛋了，完蛋了！哒啦，剧情所需，完了，那另外一边的宝物就拿不到了。这边应该开始解谜啊，我觉得解谜。你看他拉那个轮盘，哇，有点狂了这里。This is elaborate. You could say that. 发现结冻的密卡灯。瞬间变成，欸，米卡这种变形金刚，对，瞬间变成变形金刚。哦呦，死在这里耶！
大哥不要啊！哦，还是被捅死的。之前人是转一下，然后转错就会死了。有资格者。你要解谜，你要解谜，你没办法撑手，靠你解谜了。好，这是有个桶子，没有错啊，我们拿开一个桶子了。周围应该啊，还要装什么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要尿尿还是便便 ？Water。有没有？你跳那边，这边可以走进去，跳上去，跳上去，跳不上去啊？前面跳不上去，拿桶子不能跳。对啊，装水没有错。装、水，装、水，装水。来来来，Nice。Bucket fill。啊，但是装了水。超废，他拿不上去。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一起来，终于有用了。哇，有点路用啊！天哪，队友终于有用啦！好重，哎、好像真的很重一样。那是不是要切到那个视角？我们看一下放到那个大轮子会怎么样？然后哥哥就死了，哥哥就被刺，然后他就死掉了。欸、真的、欸。欸好，要转到那个刚好、啊、三个圆加加都要有。好，看看。好，可以转。你先要看日记，你要看一下日记。Jesus 是中间耶稣，左边迪马斯，右边给爵士 Gestus。哦，深色的是 Jesus 最右边，然后白色的是左边。他英文竟然写 Jerk。Jerk thief， 混蛋盗贼，坏蛋。看起来这个是中间，就是哪个是中间？大的是中间。你说这个吗？对，然后黑色是右边。那我相信我自己。哦，你转转看，你转转看。好，中间没有错。好，那我们把这个。然后黑色要去右边，是不是？哎、欸，哇哇，他们一起动啊！这个是那个叫什么？魔术方块、欸。对对对对对。想一起摇摆，天哪！可以啊，可以啊，你先转过来，白色在左边嘛。对，你先转过来，再转正，它就下来了。想先转。对对对对，你先把它转下来，对，然后再，应该是应该对，啊，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对对对，把黑色转过来，然后黑色的话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把那个转，嗯，是不是应该是上面的？上面啊，对对，这样就过了。Think that's it？ 好，伸手。主角会不会死在这里 ？Nathan， 不要啊！还是说，相信我就对了。德瑞克，那个我们就这个山姆，你今天哦。Yeah. 哎，到底有没有过、啊？到底有没有过、啊？ The crosses are all definitely in the right place. But I'm guessing the 水桶也要。哎，等等，不要，等一下，等一下，完了，他刚刚捅起来了。啊，水桶的位置也要。啊靠，水桶在正上方哦。水桶啊，在最上面。啊，一个问号，问号 ，what？ 哦哦，排水啦，德瑞克。给他吸了。那水桶，水桶，对对对，这样把它移上去就结束了，没问题。这应该这边吧？哎、欸，应该这个。抱歉，德瑞克，差点都害死你了。真的是恐怖箱哎、欸，妈插上去直接死。Check it out, something up there moved when you put the bucket on top. It's a channel running from the mechanism to the door. 橘子没带。好了，要翻滚给哥哥看。还好德瑞克差点挂了，刚刚怎么没有挂、啊？可以有失败的机会，哦，可以失败一次哦。耶、Nathan, look, I think you got it. 酷、哦，天哪，哇，还有机关呢、欸！哇，你是用水哦。哎、欸，那边可以记录，那边、欸、它有一个笔记，哎、欸，真的、欸，忘了。
filling a bucket. 这个不知道是，哦，应该是奖杯，应该是拼奖杯哦。你玩游戏，你玩 PS4 会拼奖杯吗？会，拼奖杯很不适合，拼奖杯会很累。因为我想说，都有人各种白银的，想说，多拼也没有什么用。但有些人是他不是实况组，然后他就只玩一两款游戏，他拼奖杯是很 OK， 对啊，就是很爱那个游戏。好，哦，像我有，哪款游戏啊？刺客教条三，我有白，有白金。白金要玩多久？有，哎，我玩100多个小时，靠，100多个小时。找个梯子。这哪里会有梯子啊？没有，没各种上面就有梯子，超级刚好的。哦，他什么都有。哦，哥哥，我们下去给他砸一下。好啊。那要没事。哦，可以推啊，可以推。推哪里？啊，这边，一起上去。哥哥，一起去吧。行きます。我还有这种白色小点可以爬，这种白色小点真的不是前人留下来的。我们打到第八章对不对？第九，哦，第九章，刚到那个啊，对对对，到洞窟的时候第九，第八章花蛮久的，对。可能上面爬，上面，你看这个可以站起来，这边就是可以站起来的，有这个痕迹是可以站起来的。他站起来了。我没有，我差点按到两个圈。对啊，我想说你要下去了是不是？走开，走开，走开！顶他，顶他，顶顶顶！哎呀，为什么不是跟女生一起冒险呢？对啊，前几代是有啊，但前几代跟女生冒险是没有什么好下场。对啊，没有这个想法。至少在旅途中，因为古墓奇兵在卖点什么，可以看罗拉。他本身就是对。对、欸。可是我觉得新一代罗拉，因为都是他全身都弄得脏脏，新一代罗拉没有很正。看摸一下老鼠。可以哦，有保障哦。欸、不对，你是绕一圈啊。跟着老鼠走。你就是绕一圈啊。你跟着他。没，这左边还有一个门。这边。找到底。有一个，这看起来就是，这不是我们来的地方吗？对哦，欸，连我都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开枪打他，开枪打他。好吧，不闹了。好好好，想说一个有宝物的。什么 ？Catacombs. That makes sense. We're under a cathedral. 教堂的地下。那边有门吧？那边。哦。好多棒棒啊！这边该不会又有什么神秘的机关门吧？哇，这个老鼠真的好大只哦，吃什么长大的啊？你要不要打他一下？开枪啊，开枪啊！试试看，不行，今天开不了枪。啊，爬上去，爬上去，应该直接走掉。好的，哦，这个看起来就欠爬，耶、yeah ，欠爬，我还不来，爬一下，最爬。有洞先看。Listen， 哎，有什么 ？Anything noteworthy by the？ 哦，又是纳丁，就我们揍我们的那个。哎，他们都找到了，对，他们进度就比我们快哦。我靠，这一代要打黑的。这一代的反派长得也是。Make it happen。还行，我觉得还要玩很久，因为那个毒枭从头到尾还没出现。对，他从刚到现在都还没出现。我觉得会在那个马拉加斯加碰到。对，在下一张地图，我觉得还要打一阵子。那个拉夫好霸气啊 ！Yes, ma'am。拉夫好霸气。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恭喜明天早上起来就看到我们要去破啊！对，或者下午，或者应该不会到下午啦。I did. Have you seen it? No. Why?
because there wasn't much left after they'd finished finding it. My men have been a bit liberal with the dynamite. Like 100 well-armed bulls in a china shop. Progress. I can't analyze rubble. Okay. Okay. Thank you. I let them know they need to give you a heads up before they do anything drastic. 怎么觉得这两个反派讲话很温柔啊？Or you can tell them to sit tight until I analyze the few clues that haven't been blown up. No, we can't sit around waiting any longer. All due respect, I think I have a bit more experience with this sort of thing than you do. We tried things your way. Bullshit. You've been wanting to level this place ever since we got here. No, I wanted to steal that cross long before it ever even made it to that auction. The same auction where I couldn't have my men around to deal with any surprises. The auction was the cleanest way to get across. But instead of going with my gut, I listened to you. 他觉得还用赶紧走单枪。对啊，就是黑人觉得要用抢。Or maybe you wanted to draw him out. Why the hell would I do that? Because you think you need him. 哦，难道是假假剧情？因为你需要他。其实你的内心还有肉体都是需要德瑞克的。If the treasure is here, you'll find it. 需要被满足。If not, 赞。哦，难道是这种邪恶的剧情？哎，天 ，It's not personal. Of course. 他刚是亲他吗？对啊，是亲嘴吗？没有。哦，只是亲脸颊，那还好，感觉真的有假假的感觉耶。也是啦，他长这个样子是蛮适合搞基的。Let's get moving before they blow that treasure to bits. Let's start making out. Wait. 他说什么？维恩呢 ？The one about Rafe wanted to draw you out. 他刚刚说什么 ？As he doesn't get over here. 说什么？其实他吸引我。他说要看他们想开始亲恩爱了。应该没有、啊。我觉得拉夫 一生只想找到宝藏，可能想超越父亲。你说超越连，你说圣文要超越他爸，对不对？对啊，或者是 有所成就。欸、我们在隔壁就遇到他们呢、欸，我们是不是要小心？我们是不是要低调一点？这不行，哎呦，跌倒。地震文，快快上 UV， 八卦板，哎、欸，宝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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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到看到 ，Treasure， 要不要看一下？这有什么银炫什么盒的？白裂盒，白蜡，哎、欸，是蜡还是裂？蜡，看到狗狗，你看那个，哎、欸，他说哇，你按、那個，他说你按阅读，你按阅读，你觉得那个碰起来像什么？脑头脑眼睛撕掉的猫咪和猫咪哦、喔，好可爱！就里面其实是一只狮子，哎、欸、没有，里面是一个人呢、欸，头发养很长，好可爱哦、喔！这个前几代都没有这么可爱，撞到头，你要荡过去了，好好荡过去，荡过去。哟西。哥哥，我需要你。可以，今天他来掰一下就上去了。A little too high to jump up there. 弹簧床。这去哪里找弹簧床啊？哦，要不要送他上去？找到了。哦，这个真的要送我上去了？不是啊，你送了他上去那边，那为什么送不上去那边？这个逻辑。刚刚我们来的地方，他来调查，先要把从那边把那个推下去，应该是，所以我们要走另外一个洞，那个洞过去吗？哎，试试看。啊，从那边甩过去爬。哦，对对对，从那边甩过去爬。用 L1 按住 L1，嗯，向往下爬。啊，然后再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当当当当当当。耶，到了。Hang on,
送你啦，这就是弹簧床。送Thank you, good sir。真是不作事，还要我们自己推，真是的。哎，这个就是动个牢嘛。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孔融去拿梨子，哥哥什么事都不做。不不不，还是你来吃吧。不不不，还是给弟弟吃吧。好，那我就吃了啊。This is far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I was expecting. Me too. Years to build. Bridge is out. Gotta find another way across. 没那么简单。哎，那边可以大。哦，把他拉过来。Here goes nothing. 会不会掉？你就会摔死啊？不会啦。哦，爬上去 L1 爬上去。耶，太棒了。Good thing you're not heavier than the crate. Okay, 你按错了。我知道的，我刚刚有这样过。Okay, maybe. 可以拉他。What's the plan? 应该不是吧 ？I'm working on it. 嗯，这边可以荡吗？我会可以拉他。不行，还是要去另外一边，去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推。我看到另外一边有学校。这边可以。啊，对对对，这里。We can hook our ropes onto this. 推过去。That'll work. 哦。比较新的解谜，现在玩到第九章，我们花了5个小时。然后假设22章的话，10个小时、欸，差不多，其实跟我自己估的差不多。到7点，大概7点算乐观，应该是8、9点，因为王冠一定会卡。完了，他的脚在雷。可以，再来。哟。可以，哎，等，再稳一点，稳一点。跳，踩。Who needs bridges？ 哇，哇 ，What？ 你看，他两秒钟就做完我们大概10几秒的动作啊。为何他不示范？所以其实他是没有瞬移，只是用接近瞬移的方式在移动。最佳解。好的，看起来是。准备，准备，是不是可以爬？左边，这边可以下去。有。All just crumbled into the ocean. I guess the test now is. 哇啊！这么近啊！有宝物，有宝物。那个尸体一定有宝物。抄笔记。这大概会增加了一些那个，哎，看一下。我在此昭告天下，本人汤马斯·威豪·无畏号船长是一个，哎呦，他是船长哎。事情的开端是那个十字架老战友捎来的谜样讯息，说要引领我前往乐园。我当时半信半疑，但一想到余生都要在家中度过，终日想象自己可能错过的机会实在太难忍受。而且海盗之王寄来的信，岂容忍忽视？被抛在马达加斯加外海时，我没有死；被东印度贸易船攻打时我没有死，但是这一次我死定了，我的腿断了，我的船员太过懦弱，不敢踏进这个可怕的洞窟，因此也听不到我的求救。谁能料得我的所作所为，最终让我来到这个遥远之地，落得一个惨死他乡的下场。愿上帝诅咒你，亨利·艾弗利。哦，所以这个是之前的那个什么钢之威号的船长死在这里。他们原本目的地是要到乐园，哼，结果。就是死在这里。哎、欸，船长应该给个刀啊、剑啊什么的吧？也没有，就腿断了。船长，你好穷啊！腿断就死在这里。对啊，没什么用，船长。That really safe-looking wooden seesaw thing might do a trick. Worth a shot. 左上角。有 ，Here goes nothing. Oh, oh! 就这吧。哥哥，来吧，会掉下去哦。没，哥哥要先，要等哥哥吗？哦，我知道了，我自己跳就好了，干嘛等哥哥？我知道，这样子啊，对，利用惯性，然后冲，耶酷哟！你要先这边站久一点，你要在这边站久一点点，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不是，你要在那边站久一点，然后冲过去。啊，对，这里站久。啊，好，冲！哎、欸，哥哥，你在干嘛？哥哥差点还有摔死。哦、还好，不是。好，相信自己的哥哥。Made it. All right.
Now, what about me? Right. Bye bye. Let me look around. 管他的。欸，那边有一个齿轮。Hang out here. 欸，这是什么？应该上不去吧？我觉得要直接荡上去。这是不是应该是要？我觉得是要爬轮子。轮子是吧？感觉有点怕怕的。怕看那个上面那个轮子，可能荡上去。对了，下面那个轮子啦，一定是。哎 ，nice， 有转转转。哎，看这个机关可以干嘛？把屁股抖得好性感。Don't be glib。在抖什么东西啊？这个，欸，你看一下视角，我们转这个轮子有用吗？没有没有，我们还是要，那么还是往左边爬。哎，还好上得去。不是啊，往不是往左边爬吗？左边，左上，左上，左上。我还以为是一直转啊，刚好看到啊，左上，来哦，看到了，真的眼托哎，回来，这个毕竟还是需要比较高端的嘛，沟通文交就是解决大家的烦恼，黄哥哥，哦，要帮他那个，帮拉下去，我才不想帮你。说帮就帮哦。Okay, found something to weigh down the seesaw. 我说把这个丢下去，不要就变平的。好像卡住过去，他有防呆机制。It's heavier than I am. I don't know about that. Yeah, yeah. 考的超人卡住。There we go. 哇塞！哎，我现在也可以，对，可以下去。好。来，一起走。哎，不是吧？可以。我想说，就我这么衰哦。I got you. There, thanks. There's another test down. At this point, I'd rather take another death trap. At this point, I hope we're at the end of this thing.那个耶稣结束好像，就是那个十字架那边只是一个小关卡而已。嗯，我以为它是主线，对。哎呦，你看这个符号，酷了。哎呦，又有那个，又有机关。又成熟了。失神猫咪。这是我直接开的。